Technology， 然后应该。Yeah, technology. So New Energy Technology Cooperative Limited, and it's come to show us around, show us the kind of production and the new innovations they have come along with us.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冷箱，然后这是一个冷箱，然后呢，比如说这个产品就是我们一个拖车，然后如果我们一些那个三轮车直接挂在上面，就可以里面可以放一些食品、肉品、冷冻的产品这样子。所以这一般是食品，然后药。对，食品、肉类、药品都可以。对。然后上面呢是那种太阳能板，可以利用太阳能给它供电。哦，哎，就不用充电了。This is solar, so the solar panel on top here, it charges the metal,不需要充电，不用，也不需要汽油，不需要电，需要太阳能板就可以。哦，哎 ，Interesting. This is also solar energy, so you guys need solar energy to charge. Yeah. 然后这是一个三轮车，就是也可以加太阳能板，让它来就是配送环节。比如说，我在10公里，我配送一些生鲜的冷冻的产品，去给客户送快递啊，这种 deliver。要什么？对。这也是太阳的。也可以太阳，也可以用电池，也可以充电的。哎。也可以用太阳能。哦，旋风。我们是在跟他小规模的合作。这是我们的一个国家级的一个检测中心。就是可以模拟一个环境温度，可以零下50度到零上70度的环境，然后模拟在我们的产品在里面做测试。对。做测试 OK 之后，然后再出厂。这是一个测试，然后这里面是我们的。So this is the testing area to check the temperature, the coldness of the machine. If it's enough, then they finish the final production. 这里面是我们的一个冷机装配车间，生产车间。它一年可以做1万台。就这种产品，1万，10,000，1万台。So this is the production area. Yeah. In a year, they can produce about 10,000 of these. Yeah. Yeah. Oh, so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see this type, and you say the whole world, they are the only party who have started this kind of production,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That this kind of storage, it uses solar energy, it can use electric energy, and this is so advanced and very modern. Storage of foodstuffs, medicine, delivery, everything. Wow, Jega, that when do she does her? 零下18度。哦，it's -18 degrees for sure. They are qualified to make this kind of production. Quality is very important. In Chinese we say "jilian," so you have to have certifications. Because wow, interesting. 一个制冷产品，对，然后后面也还有。然后这是我们的介绍，就是我们第一个呢，我们是，我们公司叫西冷，这个公司叫西冷新能源，专门做这种冷链设备的公司。然后我们还是国家什么创新中心这个平台下面的一个控股的子公司，它是一个研发平台，研发科创平台，是国家级的，叫 National Graphene Research Center，就是做石墨烯，然后全国。独此一家，代表了中国石墨烯，或者是国际上做石墨烯科技产品最牛的地方。Oh, wow! So this is the best, one of the best factories. We have collaboration with Graphene Innovation Center, and they are experts in this production. Yes. 这个呢，这幅图啊，是我们冷链物流这个市场，这个就是这个一个流程图啊。我们就是说，把生鲜食品最前端给它运到客户手里所经过的一些途径。比如说，我们先让这个生鲜产品先运到一个冷仓库工厂加工之后，然后经过长途运输到客户的所在地的一个分销商仓库里面去，然后再运送到一级一级的分拨。对。然后比如说中国特别大，比如说从北京是吧，用一些到苏州来，它首先要遇到加工厂，然后再经过长途的那种大的客车，那种冷链物流车，然后再运到苏州的某一个仓库里。苏州的仓库里的产品，冷冻食品，再经过这种小的冷链物流车，再送到我们的客户手中。哎，这是一个流程。然后呢，这就需要我们对于这个时间的控制要特别的严谨，就是说你要在全程要保持制冷环境，一个配送的环节。然后我们的冷链物流车就发挥了这些极大的作用。嗯，冷库，哎。 因为中国特别大，哎，如果从很远，大概比如说有超过2000公里、3000公里，你怎么运输？哎，还有一个终端的配送环节，就需要一些小的物流设备来配送，就不能大，中间就很大车，然后这边呢就小车，可能是小3轮车，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些产品，就是我们的车辆。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物流的控制系统，就是我们可以全程监测到。 我的冷链设备，它的运营状态还可以远程的控制，然后我们在后端的系统的平台上面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我的设备的一个运营状态，嗯，一个对，哦，我们可以看看啊，嗯，这是房间，这是一个冷，就是一个小的叫冷机，对，嗯。 就是它，就类似于一个小的空调一样的，哎，一个空气压缩的一个空调。然后这是一个1000升一个立方大小的一个容器啊，相当于是，然后让这里面可以制冷，让它可以达到零下18度、零下25度、零下18度以上，哎哎。然后就是这个产品，你看。